咋了？就是他吧。是有规定的，不能喝得太多。看来是怕我们付不起钱呀、估计都给买你了吧？要不这样，等着下飞机的，咱俩单独聊聊。这位先生，麻烦你立刻向他道歉。没关系的，副驾，你有必要为了我得罪客人？人家自己都说没事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我是这架飞机的副驾驶。哎，你快看，你的副驾驶。国家民航法明文规定，如果影响到机组人员或是其他乘客的不适，航空公司可以措施。下飞机的时候，我会立刻把你们交给机场公安。无机长是吧？不是我们。不对，道歉，快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走吧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飞行途中遭遇不稳定的气流，有少许偏坡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留在座位上。你好，李先生，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坐不坐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笑屁啊！请问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安全带打不开了。你这什么破航空公司啊，还头等舱？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的疏忽，要不我来帮你吧。好呀，你来也行。说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姐，坐什么空乘？你以后呢就别干，专门伺候我，但我连好喝好吃带你一辈子。你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小姐姐腰还挺细。干什么呢你？你给我做完点事儿，懂没你？哎，别打呀！哎，别打！机长，不好了，小大本跟头等舱的乘客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